来到南韩新州这座温室，农民们正在忙着采收。虽然是零下的寒冷天气，盆栽上的金黄色香瓜都熟透了。겨울에정성스레키워어른주먹보다큰참외하나하나에달콤한향이가득합니다战胜冬季寒冷的新州香瓜今年首度出货，经过筛选的冬季香瓜每箱十公斤，平均售价150,000韩元，换算约3700元台币。12월달에날씨가너무하고추워가지고온도가낮아가지고얘는좀먹었습니다양도뭐하고작년비해조금하고양은적지만은처출을한대하고되게하고기쁜마음으로하고수확을했습니다신조占南韩国内香瓜生产的75%以上。去年香瓜农夫总收入达到5763亿韩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州郡设下目标，今年包括香瓜在内的地区农业收入要开启1兆韩元时代。성주형스마트참외산업모델을구축하고 NG 세대에맞는전략적마케팅을통하여미래소비자를계속해서발굴할계획입니다新州香瓜的产季到夏季七月，由于气候变迁等因素，月产量和品质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当地政府致力于开发多样化加工食品。빵과잼참외청등다양한제품이개발돼판매되고있고또다른제품개발에힘쓰고있습니다최근개발에판매를시작한참외초콜릿은냉동건조한참외가육을사용해향긋한참외향으로좋은반응을얻고있습니다베타카로틴성분이굉장히높습니다그외에또임신부한테좋은엽산이라는성분이굉장히많아요이런성분들을좀강화시킨특징적인가공품을좀개발한다면은전략적으로충분히승산이있다고보고요得益于南韩食品在海外的高人气，新州郡去年向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出口了15亿韩元规模的350吨货品，出口量也持续增长。新州郡计划透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将今年出口量增加到500吨。南韩对国产农畜品相当自豪，但最近却发生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件。제주산흑돼지를취급한다는전북전주의한음식점국립농산물품질관리원전북지원의특사경들이들이닥칩니다실제로제주산흑돼지를사용하는지점검하는건데제주산은온데간데없습니다这里的猪肉是南韩国产，但产地不是济州岛，而是其他地区。专员们用自主研发的原产地检测试剂区分国产和外国产。전문점이라고써있고근데제주그게없네요근데쓰다가요즘에안썼었어요看看店家的收货单，他们除了爱用国货，也有进口荷兰产猪肉，已经全数销售一空。제주산고기가너무지금단가가올라요저희가이제동네장사다보니까맛있을수가는지없어요그再来到泉州这间超市，海报上写着专卖全南韩最棒的横城韩牛，但冰柜里怎么样都找不到横城韩牛肉。네잘못했네요죄송합니다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违反当地标示规定，可以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亿韩元以下罚款。외국산을국내산으로타지역산을제주산으로표시한것은원산지거짓표시에해당이됩니다오늘적발된업체에대해서는수사후에검찰에송치할예정입니다去年被揭发的原产地虚假标示行为有102件，没有标示产地的有82件。在春节即将来临前，南韩地方政府将加强突袭抽查农畜产品批发商和零售商，保障南韩民众吃得安心。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